地下捐精是迅速崛起。这种地下捐精啊，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间接的，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发生关系。甚至有人说这个人对人直接服务还包身。你是小张吗？对呀。这么漂亮啊。谢谢，还好。我们现在都住这吧。坐吗？好的。对了，我怎么看你跟村上女的不太一样？你不是说你有1.8米吗？就差几公分而已啊，也不是，差别也不是很大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也知道，在网上一般都是多说几公分而已嘛，是不是？这很正常的。你这真的可以啊？真的质量是 OK 的？肯定可以啊，我身体很好的，体质很好，基本上不生病的。而且我是那个硕士毕业的，基因肯定是很好的，这个你可以放心。以前有做过没有吗？做过很多次了呀，都很成功。哇，那还是蛮有经验的哈。那你工具带来了吗？工具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用工具做的那种成功率不到50%，要不咱们就直接做，这种成功率很高的，而且在我这块的话成功率是100%的。直接做？对啊。好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呀？我直接做吧。这等一下，我老公知道的话这不好，你也知道。你老公怎么会知道呢？对不对？而且还是用工具美女，我看你也长那么漂亮，这次我就免费给你做好吗？免费的？当然，你这么漂亮绝对值。不要。等一下，你别急嘛。我看你这也不是很强壮。你放心，我体力好得很，身体很好的，你放心嘛。玩得起吗？你当然玩得起，有什么玩不起的？你玩得起，我绝对玩得起。确定？确定。那，你也说免费的，我说那我们来玩一点更好玩的、更刺激的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别急，别急嘛。那更刺激的，我去拿绳子，怎么样？好吧。那你把衣服脱了。你快点。把衣服脱了啊！等会儿，你快点啊！这么快啊？回过去嘛，转过头去。看不出来呀，美女长这么漂亮，还挺会玩的嘛。还有更好玩的，还在后面呢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我很期待哦，第一次这么玩这么刺激的东西。真的，那一定，待会儿一定给你不一样的体验啊。好了，那等一分钟我去上一下洗手间，马上就来，好不好呀？你要快点哦。好的，马上等我一下，等一分钟。好吧。马上来。好的。你快点啊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国产整蛊大师，爱你哦。